近日，有一位印度小哥凌晨五点在中国的街头解说中国的大街为什么这么干净的视讯，在国外的网络走红。我们一起看看他都是怎么介绍他的看法的。印度小哥一脸神秘的和观众介绍，他等了三天，每天凌晨五点就守在中国的街头，就为了看中国街头的一样神器。他在对他心目中神器的功能进行介绍。印度小哥心目中的中国街头神器的答案揭晓，它就是我们的扫地清扫车。看小哥看到他心目中的神器，我也为他感到高兴。看到这能为印度小哥的视讯，突然发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实在是太不懂得珍惜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幸福生活了。毕竟我们平时看到清扫车的时候都是躲得远远的。